俊杨校长上台为我们致辞。好，会长，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老师，还有我们郭文哲请的同学，你们好吗？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就特别兴奋，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年又有连续四天的假期，希望我们的同学在这四天都能够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放松一下。好，在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，那么未来的一年相信我们大汪高中会更好，我们在场所有同学一定会更好，你说对不对啊？祝福各位同学新年快乐。有一个爱心，然后中间有一只手，有没有看到过？有一双手在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掌声邀请我们的作者，啊，我们的王昭沃老师跟何文金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看到作者亲自瑞露个面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雕像是我们，啊，这个雕塑是由谁来做的。那在这边呢，校长要特别感谢我们两位老师，因为我们这一次35周年，我们重新把我们的雕塑，我们扶持，好，这座雕塑的名称叫做扶持，我们把扶持又重新做了一次整理，而且我们的王老师跟何老师呢，他是用他的爱心，而且是帮我们做赞助，免费的赞助服务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两位老师。那在这边我们学校也准备了一份感谢状，哦，感谢我们王昭沃老师跟何文金老师与本校创校35周年之际热心协助我们的铜雕作品扶持，使作品重现光彩，加惠本校师生欣赏艺术之美。那么特颁此状，仅表敬佩跟谢忱，谢谢我们的王老师，好，和我们的何老师，谢谢您，谢谢。谢谢我们两位老师，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家长会的我们的李金荣会长。好，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都拜托我们家长会，同学有很多的，包括我们今天等一会会来表演的这群人，会长也在这当中出了很大的力量，我们是不是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会长。好，接着我们不耽误节目的进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家长会长李会长。校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下午好。在这岁末年欢的日子，会长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